大家玩击球手时最烦什么角色啊？博士呢还是鹿头？这把给他看看一下这个素材啊。那么六博士的话，其实啊，你一定要看到武器里面发光。如果说有霸体的话，咱们就要注意啊，你要么提前打他，要么就不要打他，打不了啊。或者说看这个抬手交飞人也可以啊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核心点，就是你一定要防一波控场，打博士一定要注意啊，要学会去坏他一马级修机，不要老实啊，这个修遗产机或者说啊中间电机，它很容易干扰，所以的话这个是要注意一下。那么另外 OB 的时候同时要注意啊，一定要学会撤退啊，不要把自己送了，送的话其实断很大的一个节奏啊。他没有大心脏这个人，然后最早留带，这样的话我们死他至少能平局，你知道吗？快走快走，移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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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，脱空了。哎呀，全是垃圾，全是垃圾地方。希望每一个会抓吧的人超绝不爱抓吧。我去，没捡到球，可以抓吧吧，高贵的高贵的队友。我去，另外有小可爱想跟主编厉害的话，也可以看下方课程，里面有单求胜真的所有这款系列教具，还有地图的一个转解思路哦。摇铃没摇到，我去，你救的这是啥呀？这是哪个色啊？你那么死窗户呀，死个毛手窗呀！嘿嘿，去保证自己不要扣少一点嘛，可没办法了。快躲钩子，躲钩子！爬一下，爬一下，放夹子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要爬了，不要爬了。三台，这能打得到吗？我也打不到的。OK， 快走快走，我任务完成了，这个局已经拖很久了，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是吧？我们修这台电机去了。